我是公关列车团的111年4月30号。好，魏兄你下来了吗？耶，哇，有一跳。3点55分出发的是无尾熊哦，然后有一只还吃尤加利叶，哇，真的好感动。有一只无尾熊，还有一只在吃了，开始进食。好了，我要慢慢移动了，拜拜。如果下面的马扎们多多点我们的一级光明，我自己来讲，拜拜。谢谢各位来讲，拜拜。无尾熊，那特别是移动员了，我自己来讲。